日期的话，7天好了，按输入，按下输入的时候呢，哎，因为我这边有设个中断点，上面应该已经填上去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前面应该比较没问题，主要会有问题就是说呢，我要怎么去画这一个甘特图？特别重要，第一个，我先按 F8 往下，这个时候呢会取得一个颜色的号码，那这个就是颜色的号码，其实就是把它乘起来，好，那这个号码实际上哈，就是 RGB 的，那你会发现呢，其实 RGB 呢就是把255最多就是255乘上255乘上255，好，然后呢乘下来的话呢，总共其实哈每一个就是多少？2的16次，应该是二的几次方？2的8次方，乘上最多的话哈，乘上2的8次方，再乘上2的8次方，好，总共呢哈，总共颜色最大多少？大概就16770000色了，哦，那这个数字我想它的乱数，最小是零，零的话就黑色，最大的话呢就16770000，大概就白色的话呢就是这个数字16770000色，哈，后面是一个万，OK，好，那就产生一个乱数，就是它的颜色啦。不过这颜色啊，你现在应该看不出来是什么颜色，它就是一个号码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话，for i 等于零到 z 减一，OK，那我们往下哈，总共跑回圈，然后第一个的话。我们会先在那个 sales 先取得这个，你会发现有没有？取得了它这个点 select，它知道说我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里，从这边开始，OK。然后呢，宽度设为一，所以你会发现呢，宽度大概变窄了一些些。颜色给它，那怎么把这个选取区变成这个颜色呢？哈，特别注意哦，就是前面好像也有用过，有没有？叫做 internal 点 color 的这一个这个属性哈，给它。这个颜色，OK，那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套用上去，下一个，然后它会往下嘛，因为 i 本来是零，现在变一哈，然后所以呢，我的储存格会往哪个方向呢？往右延伸一个，然后往下，有没有一个两个？那总共我有7天嘛，所以这个 z 的话呢，就会是7减一，因为从零开。